Coffee. 自己的钱，你自己的就是的阶级是什么？从名称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像阿宝讲这个就是帅，这个是帅，出到最帅的，这是创作图文，跟我这个不一样。那你的是什么？我这个是更帅。啊，所以说我们的图文里面就可以从纹身里面就看得出来它的位阶、它的等级是什么，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是谁。因为这几年我们台湾的纹身，尤其拍戏是正在开始，未来会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纹身，像我这样还有女孩子的手纹，你们有看过吗？哈，女孩子的手纹，这些图文未来会越来越多。然后你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他是哪里，属于哪个家族，哦，他是屏东三地门哪一村的，哦，这个图文应该就是他那个家族的图文啊，这个是属于我们太麻里哪一个家族的图文，都会很清楚，就是等于我们的身份证。在我们过去在做纹身的时候，从文献上面很清楚记载我们使用的工具，我们的针是用那个甘木老的刺。好，没了。就，反正啊，刚才那个甘木老那个呢？木老是什么？不是在桌上。在叶头叶的刺嘞。叶头叶的。你们起火了？在叶头叶旁边。好，坐好，准备。今天那边。柚子树上面的刺，看你们的眼力不好，所以说他们在刺。啊，然后以前的工具是这样子。没关系，是这样子，来，大家看，你们仔细看那个针，线会绑到那个针头留一点出来，它的用意就是它那个线可以吸墨水，就有一点像原子笔啊、钢笔的那个概念啊，然后它就可以持续很久，它就。兽骨上面做出来的工具，这个是水鹿的大腿骨，它下去磨的，它磨成一片，然后再把它慢慢的去割，用线锯去切，然后做一个沟槽。它有一个沟槽，沟槽的它的用意也是一样，吃墨水，让墨水一直滑下去。它可以打得很久，但是我这一片光是一片这个，我就需要用到三天的工作天，去磨，用手把它磨成薄薄的。大家看，然后这边你们看看 ，OK， 好，这个是山猪的牙齿，山猪的牙齿，来，看一下。哎，我的爸爸，老二。然后像那个工具啊，我要把它磨得很利，就是需要用这个页岩、啊、然后就它会像刀一样在那个它的那个沟槽里面这样子去慢慢磨到它会很利，然后没事要工作之前不先磨。再来我从讲到我们的那个颜料，我们的颜料纹身颜料，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一种的比较专业的纹身颜料，褐黑颜料啊。然后讲到过去传统的颜料，就是下面那边在起火用那个锅子外面不是都会有纸炭，就是用那个刮下来作为我们的颜料，那个台湾语叫叮咚，叮咚，对，叮咚就是我们的那个炭，木炭的意思。讲啊，然后除了我们台湾其实整个太平洋都是有这样的工作方式，从柚子树的刺啊，然后动物上的骨头去做一个作为我们的针啊，然后做整个纹身的执行工作这样子。啊，然后像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我是在萨摩亚有一个法官，他也有刺贝啊，像我这样子，这个贝啊。它是用那个颜料，是用那个渔船的烟囱的那个柴油的炭去作为颜料，
只要反正会变黑色的，就是可以作为啊，一档那、那个就是可以作为颜料。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我们可以慢慢聊天。伤口是会有，但是伤口愈合很快。伤口愈合也都跟一般我们在外面纹身的机器的时间差不多了。结痂完就 OK 了。那木炭的那个黑黑的可以留很久吗？还是要定期补？木炭我这个是在菲律宾纹的，就跟我们一般的纹身颜料是差很多的，其实不用补色。图文越老它越有价值。你看那个老人家手纹啊，不是都瘦了、然后颜色也淡掉了，那是有故事有历史有背景、然后他的个人的故事在手上。如果说我到84楼还在补色，不可能痛。那我宁愿啊，以前这个图文我就不会再补色。这个在我身上是非常有意思。一个101岁的阿嬷，黄欧阿嬷，菲律宾很有名的，她目前是我们全世界的传统纹身师的位阶最高的。哇，给他纹，然后用那个柚子树的刺扎，皮是被拉起来，痛到爆。因为他这个啊，这个刺啊，我们肉眼看不到啊，它有倒钩，所以说针就会被皮就会被挑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刚纹这最上面这两条线，我的血是用滴的。你们有空可以进去我的那个 Facebook 或者我的 IG 里面看，很早期我去菲律宾的时候，哇靠、当时人又多啊，我又台湾代表队不能闹鬼，多少人啊，他们看台湾的、所以说当时那边哦，我闻完了，我也是按照他们的传统的纹身仪式进行，就是杀猪。对啊，然后就是我不是没有用现金买卖，我就是用按照他们的传统仪式进行杀猪完，然后再看他的猪的肝脏是否漂亮，就等于有一点像卜卦的意思。啊、如果说不漂亮，继续杀。妈，一只猪6000块又在杀，那钱啊，我在菲律宾工作麻烦。因为他们山上那边很多农作物，他们那边农作物蛮多的，就也是蛮赚钱的。我有可能蛮想在那边跟他们一起过生活。他们的农作物很就是有小那个米，那边有山上有梯田米，还有一个另外的农作物就是大麻，很多。那不是靠，有那么多，看我想要在那边当农人。所以这个用那个碳不会感染。这个碳吗 ？OK， 好。以前的老人家纹身的时候，他们纹在纹身的过程里面就会有禁忌，纹身禁忌。OK， 好。以前在纹身的时候，怀孕的人不能在现场，有月事的人不能在现场，还有家里有丧事的人也不能在现场，还有我们在纹身的过程中不能放屁，不能哈啾都不行，哈啾放屁的话，被纹身的人那个灵魂会被吓走那样，就怕回不来，是这样子的意思啊。然后呢，也会就是你触碰这个禁忌之后，你的手纹啊的图文啊，有可能会。伤口会变成伤口啊，然后发炎啊，然后其实我自己亲自去体验，在菲律宾的话，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木炭会那个锅底炭会造成皮肤发炎。我闻完，我整个手是这么肿，当下闻完就到这里啊，然后到晚上10点，整只手肿起来，我开始发烧。啊，发烧完毕啊，我就我靠，一定就是那个锅底炭嘛啊，然后就开始就是一直流汗，我就开始喝热水。我又没有带药啊，出国忘记带那个普拿疼什么的啊，然后我就开始喝热水，把自己逼汗出来，隔天生龙活虎。啊，确实啦，锅底炭会造成皮肤发炎。如果说你们想要闻的话，我也可以尝试。
但是要带那个退烧药，要写切结书吗？要带退烧药。嗯。所以现在纹身大部分都用颜料啊，对对对对，除非我有，如果说我有好朋友来帮我去研发，就是传统的那个锅底炭啊，然后有可能我的到时候我的墨水有那个加冬树的、相思树的炭啊，哦，牛樟有没有？牛樟一滴要600块啊！对哟，我可以研发呢哦。good idea 的、然后再请一些朋友们来帮我去改造、然后到最后变成无毒的。嗯、然后还有他们那个家族，当然属于都有属于自己家族的图文、然后当然他们。要自己去创，就是自己去设定他们自己家族的图文。而、我们的话是执行工作，尤其是在传统手艺的，你看老板娘的温情，我家的手艺。当然，这个图文不是我去给他们的，当然是有他们自己家族的国王赋予他们的。那所以说，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就是我们自己原住民台湾族里面每一个家族都要有属于每一个家族的图文，以后是需要这样子去执行。我在做纹身的人，只是替你们执行这样的工作。如果说各位啊，如果说你看哦，好啊，你要来说我要收纹，哥我要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这样的图，除非说你要去家里跟家族的头目、家族的所有老人家去商量、去商讨。哦，你的身份是贵族、，OK， 好，贵族的图文是什么？太阳图是什么？人形图是什么？当然是由家族去设定的，我再来帮你去执行这样的工作。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原住民的纹身是被祝福的，因为只要我们在工作、在纹身的时候。是所有家里人在现场给你加油，好，我们换成现代，我们一般的，一般不是原住民的朋友们啊。那爸爸阿姐啊，未来恰要挂个回头，可以给我加油吗？打车车。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纹身都是这样子在执行。我在大溪地也一样，一个小妹妹，她之前有那个，就是一个休闲运动啦，应该都用美工刀都会割嘛。然后她想要带骨，那然后她的爸爸妈妈、家里人全部在那边看她被纹身，那然后给她加油，顺便看他们家族的歌，三弟歌这样的。就是给他一个成年礼的意思，是这样。你刚刚那一只是猫吗？可爱的云豹啊，云豹啊！猫科啦，猫科，猫科，猫科，怎么那么可爱啦？受不了了。就是你要，如果说你要做真的，你要纹身的话，要挑战这样的图文。就是那个图文比较曲线，是很不好敲的。好，一般我在敲这个是很快了，闭着眼睛应该就可以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他用什么东西在画？笔呀、笔，就一般的铅笔吗？对对对对，如果说铅笔可以画的话，你可以用铅笔。没有啦，一般的你看，我们那个有没有国小改考卷的那个红笔就可以了，原子笔之类的，自来水笔就可以了，水性的可以上去了。要不要纹眉啊？勇敢一下，勇敢一下。我们有很多在读书的同学吗？你们都社会人士了。太老了不能了，没有了，还不到80岁都可以。好像都小朋友。那今天画这个
组织他自愿选这个人。灵感灵感，我弟弟没有，弟弟想说啊，他在山上，他说他有一点像云豹啊。这已经好了。啊，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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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里面这个药吗？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那个什么，那个大哥是那个青岛的，对，青岛。嗯，那是 K 版的。没错。等下该你了，你先把你的眉毛先给它褪色，我再。我新的。然后现在是擦那个凡士林啊，哦，我以为擦那个什么类似麻药之类的，不是。你用麻药就绕啊，所以他整个过程都不弄麻药的。如果说你要用麻药，你要说看我被刺，那像如果说用麻药的话，大部分很大的面积的话，那个你自己去找你的那个麻醉师吧，我帮你们用，你要第七天才回家就麻烦了。这个地方啊，如果说你们第一次想要纹身的，纹在这一个地方刚好比较不会那么痛。他是怕他跑掉，是要把皮撑开。要把皮撑开，然后我也比较好工作。我怕他跑掉。老师，你这一支是只有一根针的？这个里面有七针。哦，里面有七针哦。对。然后你要不时的补颜料。访问一下，你会痛吗？还好，还好哈。阿坤可不可以喝酒啊？可以啊，你可以一边闻一边喝啊，然后你就看到清醒。很多啊，很多都会，哎，哥可以喝吗？喝啊，反正你会清醒。OK。好的。有没有人想要试验？大家轮流。好，就休息呀、啊。可以
合肌肉的线条，对，去画。以前传统的也会画嘛，我说哦，我跟你说以前的传统纹身哦，就像我说，以前有，比方说我要纹直线，对，三。哦基本的直线，对，三，是良好距离，对，八八八八八八八，一步一步一步来。如果说你全部画完了再纹，到时候其实看不到。像我，你看我在上网也，那个直接点点点，啪啪啪啪啪啪，一直画，因为图已经在头脑里面了，图已经在头脑里面了。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那个芦苇，芦苇不是有那个茎吗？对。芦苇那个叶子，两边撕开，然后会有那个茎的部分，在那个锅里看，墨水。然后他的手啊，我要打直线，你手画会歪嘛？怎么样？长的线条是这样子，然后呢？如果说短的呢 ？OK， 好，就短的，就稍微，比方说三角形的路口，三点点点。哦，了解了解。然后再跟着它的线走。你是不是每出国一次就纹一种？哦，会。很像在盖海关的那个。对啊。我去纽西兰回来，我已经纹身了。这个好，马上赶快护照。照片马上换哦，对哈、哦，你纹了没办法出关呢。所以老师，你去几个国家就纹几个。哦，对啊，我有跑到别的国家，我就唯独我没有在马来西亚，我就没有纹那个沙拉瓦的，忘记了。有，马来西亚沙拉瓦有传统纹身，他们这个月正在举办他们的纹身节。对啊，那你我没办法。太平洋下你们有什么有啊？文化的交流，对啊，有啊，今年九月就有了。在哪里？在纽西兰。那他是定期？都在纽西兰。这几年就是一起，还没有。但基本上都在纽西兰。对，纽西兰有纽西兰，大溪地有大溪地，萨摩亚有萨摩亚。未来台湾，我真的想要在台湾办一个，就是传统纹身师的一个。那基本上都有去参加。都有。